电影《变形金刚4》将在香港取景，连日来剧组人员先后抵港准备拍摄。10月16日，《变形金刚4》导演 Michael Bay 与戏中男主角 Mark Wahlberg 同步抵港，二人同声表示会留港数星期。据悉，《变形金刚4》将会于深水埗湾仔会展、中环立法会等地取景。荆棘变形金刚4加入大量中国元素，亦会启用中国演员李冰冰。导演迈克尔与李冰冰合作过后，亦对其表现赞不绝口。李冰冰今日也抵达香港准备拍摄工作。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